又断线啦，搞什么嘞？这真是让人生气！可恶，好纠结哦，怎么办？不行，好纠结哦。等这趟跑完之后，我再来决定我要不要跑下一趟。刚刚那段只有15分钟，15分钟是一个很讨厌的数字。说，又要熬夜了吗？对啊，网络不稳好奇怪哦。今天应该说奇怪，照理我是用学网照理说学网应该是不会这么不稳啊。其实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不稳。今天下午的时候，我要连这个上传这个萃取，我都有点连不上来。然后我刷新一般网页的时候，也是有一段时间，它也是断断续续的。可是后来又好一些，我不太知道这个网络它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。那我也没办法改变，因为这个就是学网。这就是没有办法改变，我有考虑自己去外面签，有考虑去签中华电信。剪接哦，怎么剪接啊？如果我会剪接，我就剪接了。说，在推特上的这个推上的影片可以剪接吗？我是知道，我好像录的时候，它好像电脑里面好像本身 OBS 好像有一个资料夹，好像是它是有存的。但是剪接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不是连，你该怎么说？我是连然后断掉之后应该有个几十秒的时间是。没有录到的，所以如果硬剪接在一起的话，就会突然跳到一个，也会有这种情况。有啊，它有档案啊，在我的电脑里面。我之前整理电脑的时候有发现，怎么莫名其妙有一个爆满的，全部都是录音档资料夹。然后才发现说，哦，好像是 OBS，它好像有自动记录、自动存，所以实际上我的电脑里面应该是有一份存档的。对啊，也是会怪怪的吼。啊，擦，我被开超速，完蛋！可恶，这一趟亏大了。好吧，我认真的想了一下，如果接下来的网络都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应该按照既定的目标，就是我还是再跑一趟。但是上传的部分，我可能就是把刚刚那15分钟。把刚刚那15分钟，就是名字取成，就是 part 1:2、1:1这样吧。就是如果前面那45分钟是1:1，那它就是1:2，然后我现在在玩的这一段就是1:3，可能就变这样吧。虽然有点自欺欺人，但是我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档案名称。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逻辑，就是我可以接受 part 1:2、1:3，可是如果是 part 一、part 二，它应该长度要长一点，这样。嗯，好像找到了解决办法，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。嗯，就这么干。
啊，还有20公里。晚上黑麻麻的，也看不到什么风景。等一下选一个时间不要太长的来跑，短一点的，路程短一点的。然后，希望能够在20分钟左右跑完的。前方下匝道，15分钟还好，如果是5分钟，我就真的会吐血。哦，一个大大的拐弯，啊哒哒哒哒哒，前面这台车，亲。不要撞，看一下会不会撞，不会，好。手机，我的手机是知道宝，可是不是只有 4G 才可以连电脑吗？我的手机是一公里那个不要啦，一公里那个2分钟我就跑完了好吗？手机我听人家说好像是要 4G 才可以连电脑，但我手机我没有去签那个 4G， 所以我的现在还是 3G 的。还是说 3G 也可以，我被骗了。我的手机是吃到饱没错。前方圆环，不是圆环，是圆环。这是那个 O 字该怎么念？叉叉海文之类的吧。好，再转过来。3G 可以吗？3G 怎么用啊？传输线。哇，现在怎么走？这里吧。我有传输线。但是它的速度会快吗？用手机连速度会快吗？啊！擦擦擦擦！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我是怕它速度很慢。啊！可恶，稍微后退一点点。我怎么觉得这条路怪怪的？前面会不会有别的入口呢？要是没有，我也会很惨。但如果有，我现在的行为就很傻。还是。还是撒一下好了。前面要是真的没有别的入口，该怎么办？啊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好啊，硬是可以进来了，硬是可以进来了。好，这个是怎么样？我绕一个大圈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不要撞哦，不要撞啊！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，没有撞，好险，好险，没有撞，好，没有撞，没有撞，没有撞，好，很好，这样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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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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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然后稍微的挖苦，
不接受，好吧，那我们只好再来一次。关进来，关进来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嗯，可恶！是我对你太好了吗？你这坏车！再来。这个是什么情况啊？什么情况啊？明明这么好听，我在干嘛？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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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我生气喽！你不要惹我生气哦！你不要惹我生气哦！怎么反而停不好？这样看起来就很好听，怎么反而停不好呢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弯过来一点好了，从这里切进去，看会不会好一点。好，稍微，好像有好一点。好，应该算有好一点吧。停，好，等等等等，刚刚那一瞬间的，就这一瞬间的对准，好，满意度应该还 OK 吧？还行嘛，跟我预料的差不多，只扣了1000块。可以，我可以接受，那我只好再跑一趟咯，选一个时间短一点的。看到我现在有8万，我就其实挺开心的。这趟还蛮符合我的需求诶。陆地距离153公里，价格比又挺高的。其他的路线都太长了，那就是你啦！哇，天哪，他居然知道我的想法，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，他竟然知道。那我们就走吧，走，走哪去？出发 ，Go！ 噔噔噔，对，噔噔噔，我想起来，好的，噔 ，Go。真是心想事成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断线是在提醒我该休息了之类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就甘心。应该是前面转吧。来车顶。阿姆斯特丹到港口，虽然这一趟就只能赚个4000块，但是它距离短，这样子的话，依照我的估计，我大概明天跑完，我就可以开始买第一台车了。上次看一台车好像是99000欧，所以我预计我明天应该是可以买到第一台车。这趟跑完我应该有个8万多嘛，快9万嘛，明天跑个1-2趟就可以开自己的车了。但是前提是这几趟没有出车祸，前几趟出个车祸，一趟只拿到5000块，明明是1万块的工作，只拿到5000块，都要哭了。
那我来看看还有多远，几乎就在港口旁边，小心不要被开单。切到啊，差那台车哪来的？你有扣我钱，所以错的不是我咯。我真的没看到那台车，完全不是我想撞，我真的没看到他。好，慢慢的，这里转弯，然后前面再，好，前面再转进去。最后一个弯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的尾巴，小心我的尾巴。好，没事。好，来，我要到，应该是这里吧？看一下世界地图好了，保险一下，看一下地图。我要到这里，九点半方向。好，回来。那就是这一条，搭乘渡轮。一逼。出发喽！导航呢？导航。好，现在我们在英国了，所以我要注意，英国是一个右驾的国家。哎，红灯，红灯，红灯。偷跑。偷偷的滑行。好，出发，快到了，很近，122公里，啾的就过去了。前有测速照相，那我小心一点，慢慢开。旁边的车也是一样，慢慢开，大家都很有心得啊。他开的居然还比我快。前面小心一点，是一个圆环。不要撞我。好，现在就准备上高速公路就对了。我小心不要超速。46公里，好，放慢。超过一点点他都会开我单的。80，就80。那就冲咯。Go！ 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自己居然是双向的，这么小条路还居然是双向的。啊，这就是高速公路，也太小了吧？认真的吗？不是吧？前面才是吧。不，他就是，好神奇啊。
好小，好小条，还是这只是省道？前面好像要换跑道，诶，我打灯咯，我打灯咯，我要换跑道咯，我换跑道咯。今天的天气也是很好，前方跟着路走。还有81公里，来到了。偷偷看一下小地图。看起来乱路，开快一点。顺便看看风景，把这个关掉，看看风景。直劈可以看得出有一点不一样。哎呦，我擦！前面有车照相，立刻放慢。哎呀，吓我一大跳啊！前方竟然有个车照相，而且时速还突然变成80，这个很快哦。就是这一台，真想撞它。你看我开这么慢，很有诚意吧？好，加速。怎么越来越慢了？因为爬坡。把后照镜叫出来。反而越来越慢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哎呀呀呀呀！前面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塞车？看来是有人干了跟我一样的傻事吧。没想到 AI 也会出错。好像要切到这一条来。哎，为什么还有两条？哦，另外一条不是我们的。没关系，我开这条也行。前方是不认识地名，完全不认识地名。哎，前面竟然是往右弯，那怎么办？切线道。切过来，保险起见，再切一条。伦敦，还有那是什么 ？Cambridge 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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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擦，蛇行了一下。吼吼，怕怕，好。哈哈哈！哒哒哒哒哒，好危险啊！哎，好危险啊！这个游戏的特就是它不开我，没有打方向灯就切跑道。这个它是不开的。之前玩那个巴士驾驶员就没那么好心，那个巴士驾驶员你没有打方向灯切跑道，他就扣你钱。那一款的红绿灯还变得特别快，我几乎每次都中招。可它的优势就是它不开超速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切过来。前方要下21公里，哎，快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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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们今天的工作就要告一段落，愉快的旅程。天上的云真的贴得很漂亮。好，放慢，放慢，放慢。好，路上只有我。哦，前方的建筑好有个性哦，是螺旋状的吗？螺旋状的屋顶，好有个性的建筑。啊，差车祸！我就想看一下那个建筑，就撞到人了吗？我真不是故意的啦，好奇嘛，不是故意的啦。算了，撞都撞，被扣400块，这一趟也就4000块，我就被扣400块，有点亏，有点亏啊。好酷的建筑！如果我开进去，应该可以看到更近的看吧。切过来。还有直升机，欸，真的很酷欸。看一下。就是地震来的话，玻璃大概都要掉光光。到站咯。欸，这好眼熟哦，我之前开好像是从这边出去的。好，最后一个停车的考验。最后的停车的考验。空间还蛮大，可以让我慢慢瞧。好，就从这里开始。慢慢瞧。慢慢瞧，很好。欸欸，不错哦，来哦。欸，有点歪。来，来来来，欸，有点歪歪的，重来一次。降降降降降降，好停，好，好降，好矫正过来，矫正回来，矫正回来，很好，越来越熟练了。诶，好吧，差不多就好了，耶。非常好，看看哦，很棒，很棒，在睡之前我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的卡车经销商。这个就是我看到的卡车，你看，原价是99,000，这还只是第一台哦，后面的车子你看，
11万9，12万，13万，14万，18万。所以这才是最便宜的，99000是最便宜的。我明天再跑个两趟，我应该就可以买这台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哦，还有客制化配置，这是什么鬼？付更多的钱吗？哦，我的天哪！这就叫做付更多的钱。哦，还可以选，哦，还可以选左右的。这是什么？自定颜色。哈哈哈，那么可爱。标志点。哦，天哪！哎呀呀呀呀！这是什么鬼？内部配件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好，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。这就是我们明天要干的事情。那就到这边吧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